将我们给一个家庭带来一些生的希望的话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犹豫的。心里面可以说既紧张又期待，一想到后面我的血能够去拯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。小罗和我说，只要能救人，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他的大爱善举让我们感到很暖心，为我们武警战士点赞。